欢迎回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来看大学七将伫咧明年一月份登场。河北县学校二十号下晡举办升学祈福活动，校长是带领着学校的老师替考生加油打气，家长会哦嘛全工准备将晚歌以及集体奏来祝福高三考生会当考到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大学学期将要伫明年一月底登场，为了释放高三考生等咧为了准备考试，活伫最深火热的升学压力，河北实验学校的署长特别替考生准备一场惊喜活动。因为我们之前不知道这个活动，然后学校今天在我们一开始在都真的不知道的活动，然后学校临时替我们准备这个活动，我们这样子受到那个读书的压力很大，然后接受到这个祝福，真的对我们来说真的差别很多，让我们感觉到真的充满的力量。高三学测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每个人升学都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就像老师常鼓励我们，就是这一段时间熬过之后就是我们，那紧张的话当然也是就是一定会紧张啦，可是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吴新宏校长带领学校署长为考生进行画画加油打气，家长会也准备将晚歌甲吉他奖送予考生，以祝因学习高中。考生也伫家规下写下家己的心愿，除了希望会当考到心中的第一志愿，也袂少人希望会当找一个伴，做伙拼学习过关冬。加油！和美实验学校呢，学生们也很用心哦，像高三的学生周六会留校啊来继续自习哈、哦，啊放学后也会留在学校的图书馆来学习哈、哦。那校长也感受到他们其实在学习上面很认真，但是相对的升学压力也紧接而来哈、哦。那学校的老师呢就非常用心，我们办理了一个升学祈福的活动。那就目的是呢，让所有的师长一同来大声说出对学生的祝福。吴新宏校长也表示，学校本来五年才举办一届园游会，但是伫学期初，后来同学提出想要举办园游会建议，学校老师开会讨论，决定完成同学的愿望。除了后来班级同学，老师也募集社会公益团体，也搁到夜市啊征求，愿意做伙做爱心的摊贩来共享善举。单位的部分收入将会捐予学校，当作急难救助金。大中华新闻也奉有何美采访报道。